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蓝烧小妹。今天呢，来扫一下家里面，看，扫出了这么多垃圾。嫂子的房间呢已经扫好了，现在来收拾一下我的房间。这几天小孩太多了，在这里睡的，给我都弄完了，弄乱完了。我现在自己收一下。该怎么形容呢？他脸上骨头的露出来，简直就是皮包骨。缠缠绵绵中充满了回忆，本来是要让他搬到上面去和我们一起住的，但是他脚不能动了，也搬不了，只能先住，暂时住在这里，等好一点了就搬到上面跟我们一起住，这样我们也好方便照顾他。给他剥了一根，反正特别喜欢吃香蕉。看，家里里里外外都扫了一遍。看，嫂子的房间啊，这上面盖了一个这个，就是这种麻袋。就是这上面呢铺了一张这种布，看，还有我的房间也弄好了，看，也扫了，这里也扫了，然后这外面呢也都扫过了。我现在呢在热这个豆腐汤，爸爸呢最喜欢喝这种豆腐脑的汤了，然后一会儿拿去给他喝。哥哥呢在弄那个电，然后把电闸关了，只能等一会儿才能热那个汤了。爸爸呢最近憋尿苦了呢，小舅舅肯定知道了，小舅子子，你们像秘密吗？现在给他剥根小姜吃，他说有点饿了，今天。我特别喜欢吃这种香蕉。水果，水果，堂弟呢在这里做饭，做那个蛋炒饭，鸡蛋炒饭。帮忙生一下火。这些米饭呢都是哥哥结婚的时候剩下的，现在用这些来做个蛋炒饭。把香瓜扔了，扔了过一半。这是我们村出了名的厨师。汤呢已经热好了，然后现在准备去下面吃饭。今天塔弟下厨给我们做这顿炒饭吃。看，这么多。现在可以给他吃晚饭了。用这个枕头给它抬高一点，这样比较可以吃饭。大大妈，你自己吃啊，用。不用啊。看。哎呦，老大。小猪。来。你准备什么？
快点好起来，现在呢已经给他吃完饭了，然后他今天的状态呢比昨天好多了，然后昨天呢一直不肯吃饭，然后今天呢吃了四五根香蕉，还吃了两个面包，还有一个糖，还吃了饭，应该吃饱了。今天气色呢也比昨天好多了，然后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的支持，拜拜。